陈乔恩上年迎来大马富二代 Alan， 两人公开之后一直爱得高调，经常在社交媒体放闪。近日网络盛传陈乔恩大肚的消息，仲上埋抖音热搜。见到咁，佢今日就拍片澄清：别人真的没有怀孕，我只是胖了，但是我最近在减肥。我会把菜单公布给大家的，谢谢，请不要以讹传讹。亦都有网友留言话，可能只系痔疮。陈乔恩喺微博晒出呢个评论，讲笑咁话，好似有边度怪怪地咁，重申自己冇大肚，亦都冇痔疮。